最近，迪丽热巴工作室转发了一则热巴表演冬奥手势舞的视频，并配文：“和热巴一起学习冬奥手势舞，为北京冬奥加油喝彩，共赴冬奥之约。”视频中的迪丽热巴身穿黑色外套，内搭白底 T 恤，开心地跟随音乐做着手势舞的动作，笑容温暖阳光，尽显青春活力，画面中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息。网友纷纷评论，姐姐做的有力又好看，一起助力北京冬奥。姚安娜也发布了冬奥手势舞视频，明星们都在为北京冬奥加油呀。